8月13，这不是乾隆皇帝的生辰吗？究竟谁有如此大的仇恨，要陷我于此？一旦被发现，肯定被人认为我是闪耀出来害皇上的。萌萌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哼，这可不能怪我，谁让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？哦，我得罪了谁？压胜之术在皇宫中可是禁忌，只要我将这件事告知皇后，想必嬷嬷下场定是不好受。你这个恶奴，竟然对小主出手！阿里衮大人，饶命啊！奴才不过是奉命纳他小主，他是瑞贵人的侄女，老奴得罪不起啊！又是他？怎么，纳他还有其他罪状？正是，你可记得，先前试图污蔑你的太监，买通他的人正是纳塔青莲，但黑衣人似乎并不是和他们一伙。